乐坛天后郑秀文每次举行演唱会都会一丝不苟，每个环节都要求做到尽善尽美。日前 Sammy 就现身影楼为演唱会拍摄海报，睇下现场不论服装、配饰同发型、化妆都系悉心配搭，务求令大家睇到张海报就期待 Sammy 嘅演出啊！今日咧就嚟到 studio 就拍摄我嚟紧嘅七月份演唱会嘅 poster 啦，哇！今日都～心情都又興奮又緊張，都好希望拍到一個好理想的 poster 啦。咁當然啦，今次演呢個 concert 嘅 poster 都有一個 concept 嘅，都係成件事啊，成個攝影啊、套衫啊、image 啊，以至到耳環啊，都係都係好希望帶啲唔同嘅感覺俾觀眾啦。咁啊，係啦，我而家都唔知點形容，大家睇到大家到時看到就知道是一個怎樣的 poster。 為了令自己完美展現你一身性感有型格的造型， Sammy 事前都有做足準備，令自己進入最佳狀態。其實每次拍照之前都是一般的準備啦，即是自己做好皮膚護理啊，咁啊瞓好啲啊，做下 mask 啊，都係啲好基本嘅嘢啦。咁今日影 poster 呢套衫確實係有啲少少難著嘅，因為佢個衫個 cutting 嘅嗰個剪裁都係比較特別嘅。咁啊，係啦，我自己覺得佢有好多元素喺裡面，有一啲好有型嘅元素，但係有一啲好舞台嘅感覺，但係有一啲設計上有啲好高貴嘅感覺，咁但係有一啲好少少 punk 嘅一個感覺，咁所以好似咩元素都喺曬呢條衫裏面，我覺得非常之特別咯。咁唯一就係自己要做好自己嘅身形嘅管理咯，因為呢條衫確實係有啲難著嘅。咁不過冇問題啊，已經過咗一關啦，影完啦，好滿意。Sammy 每次開 show 都會為觀眾帶嚟驚喜。講到今次演唱會嘅內容 ，Sammy 就話自己好重視每項細節啦。其實都係㗎，我自己中意，因為我覺得我唱歌，譬如喺舞台上面，除咗唱歌呢個部分，點樣去有一個好唔同形式嘅 perform 對我嚟講好重要，唔係。我想即係嚟睇 Sammy 嘅 show 嘅朋友都比較對呢方面都係有自己心目中有個要求，都係希望都係希望你多啲嘢睇，多啲元素啦，衫啊，咁著靚衫就係我自己好中意 ，fashion 我自己都好中意，咁呢個一定唔會缺噶啦。咁至於歌嘅部分，音樂上邊嘅部分，我同基卓都咁多年都一直都 work 得好好嘅，咁喺歌的音樂元素上面都希望可以做到多元化咯，咁多嘢睇啊，希望多嘢睇，我自己都中意每一個成個演唱會裡面都有唔同嘅 element 喺裡面，呢個都係我向來做開嘅一個 concert 嘅一個方向。